尝试，没想到会遇见你，也没想到会跟你在一起。谢谢你不辜负你的英文名字俊，一直都很俊俏，让我看到你各种不同的可爱与帅度。我们家的人都跟我说，哎，怎么又去日本？就是几乎都是去日本。睡魔记。对。嗯，这样。嗯。哦，有两个洞。对，然后有一个还蛮要好的朋友，然后去日本发展这样子，所以之前有的时候会跑去日本玩，然后就去住他家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我进来啊。想做什么？中乐透。想去哪？一起度过人生呢、啊？一起度过人生，你要讲一个比较，比如出去玩啊，去哪里玩啊？一起吃韩国高丽人生。一起吃韩国高丽人生。他就会讲这种冷笑话，就我还蛮买单的，还可以。虽然你讲笑话别人觉得太冷，但是我刚好觉得蛮好笑的。姐姐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。小学年级出去上学，然后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可能爸爸妈妈就看到我开开心心的一蹦一蹦的跳回家这样子，然后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然后就看到大概距离一两三公尺后面，姐姐背着我的书包跟她自己的书包，拎着大包小包在后面跟着回来这样子，就是一个保护我的角色。而且就算到现在，所有人生我需要顾问的时候，都是找姐姐。嗯，还有姐夫。嗯。哎呀，你自己先哭。我爸是比较严肃的人。也比较少跟我们表达内心的话。好好过日子，好吧？一起回来，家里有时候有空的话，你们努力奋斗，健康平安。可以。照顾到我们的地方，他就是。其实都做到100分，他就是用一个他的方法在爱我们。我们的人生中就是很谢谢，就是我娘，就是照顾我跟我姐。小朋友要求就父母都会做到，真的很谢谢他们。遇到你，从一开始的动心到无法自拔，习惯有你在身边之后，我才发现你成了我的重心，成了一个我想要用一生守护的女人。当真的两个都很累的时候，反而她才是支撑我的那一个。你这样是在夸我还是在夸你啊？没有，你没有。毕竟是工作嘛，不是你的人生的重心，人生的重心应该是在自己的家人跟另一半身上。十年了，一起走过许多地方，一起经过许多事情。每当我们忙碌或是疲惫的时候，不够成熟的我失去了耐心，在一旁的你承受我最直接的情绪，一直对我不曾放弃，让我可以坚持下去。人生跟生活的影子已经渐渐的重叠在一起。人生跟生活的影子，对，就来超来，两个人的人生道就开始这样，渐渐越走越近，然后最后就重叠在一起。你说过每个人有自己的生命时区，我的时区只是走得比较慢一点。谢谢你的包容体谅，为我等待许多时间。等我毕业，等我下班，等我嫁给你。
使你外面遇到什么挫折啊，重要的另一半还在自己的身边才是最安心的事情。那他可以回家哭。我想他可能也是一样的想法，就是你会觉得说啊，还好他在我身边。对，对，遇到什么困难，他在我身边的话，我就可以撑过去。往后的数十年，我们一起组队，陪我打完人生的魔王。今后让我们互相扶持，牵手走过每一片风景。谢谢你与我一起，我爱你。